假想骷髅性，手枯竭，另修抹香。第六天，生气的好锅。请问，路加福音九章51-56节，使徒约翰是复杂难解的人物。他既是不是最有爱心的门徒，也是很有爱心的门徒。他被称为耶稣所爱的，情感充沛，又善于表达爱，毫不扭捏地靠近耶稣。请问约翰福音13章23节。不过他也有暴躁冲动的一面。约翰起初的爱心是附带条件的，但他必须先懂得爱那些不值得爱的人，耶稣才能使用他。使徒该如何对待隐形的不信者？生气为何妨碍神的工作？一、生气使事情恶化。Anger unleashed is a situation worsened. 请问路加福音9章51-53节，耶稣被接上神的日子讲到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，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。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，要为他预备。那里的人不接待他，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。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与其他民族混混所生的儿女。亚述人父王北国以色列后掳走当地的经营，又把外族人迁移至撒玛利亚。这些外族人虽然惧怕耶和华，但仍侍奉自己的神。见经文列王记下17章24节以及32-33节。在犹太人眼中，撒玛利亚人代表殖民主义者、偶像崇拜者和失败者，不是掳走的精英后代，因此犹太人痛恨他们。耶稣运用机智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，耶稣打发使者在前头走，预告他的来临，好让撒玛利亚人做准备。他尊重撒玛利亚人的感受、历史和文化，也借此测试他们的反应，避免过分的敌意。由于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，撒玛利亚人不愿跟他有任何瓜葛。撒玛利亚人的敌意是针对耶路撒冷而非耶稣，所以只要耶稣回心转意，不继续前往耶路撒冷，他们就欢迎耶稣和门徒留下来。然而耶稣不想妥协，也不想惩罚撒玛利亚人。第二，生气令见证削弱。 Anger unleashed is the testimony weakened. 请问路加福音9章54节。他的门徒雅各和约翰看见了，就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撒玛利亚人拒绝耶稣，但他没有回应，因为他还要应付门徒的反应。雅各和约翰要求惩罚撒玛利亚人，因为撒玛利亚人傲慢无礼又侮辱耶稣。这对兄弟脾气暴躁，耶稣选立12门徒时给他们起名叫班尼奇，意思是雷子。见请问马可福音3章17节。他们要求耶稣让他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。Analysco 有彻底扫灭之意，万应的撒玛利亚人。当然以火和硫磺来回应侮辱并不恰当。摩根如此评论，人可能因为神的荣耀大发热心，却因而远离神。雅各和约翰的反应虽情有可原，但却过火了。他们感到生气，但可笑的是耶稣没有被触怒，反而转身责备两个门徒。三、生气是机会推迟。 Anger unleashed is an opportunity delayed. 见请问路加福音9章55-56节。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，你们的心如何？你们并不知道，人之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。耶稣没有责备撒玛利亚人，
反而责备雅各和约翰，令门徒大吃一惊。然后门徒和耶稣往别的村庄去，其实还有别的村庄可以前往，还有别的人可以拯救，并且他们还可以在别的时间回来。约翰和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并非就此告终。耶稣升天前吩咐门徒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这能力，便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见经文《使徒行传》1:8，提醒他们不要忽略，不要怨恨撒玛利亚人。后来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宣讲基督，那里的人听见就领受圣灵道。见经文《使徒行传》8:5-8。耶路撒冷教会打发彼得和约翰往撒玛利亚去，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接受圣灵。见经文《使徒行传》8:14-17。彼得和约翰完全转变了。当他们返回耶路撒冷时，一路在撒玛利亚村庄传扬福音。见经文《使徒行传》8:25。门徒从起初凭血气无法做成的事儿，在圣灵浇灌后就做成了。灵思默想：愤怒不一定是坏事，易怒既能造就人，又能拯救人。亚里士多德说：“生气很容易，任何人都能，但向恰当的对象，以恰当的程度，在恰当的时间，为恰当的目标，用恰当的方式生气就不容易，不是人人都能。”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见经文145:8。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见经文30:5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见经文以弗所书4:26-27。我们口说出的话究竟是祝福还是咒诅，为人带来医治还是伤害，我们是见证人还是破坏者，我们为天国赢得更多人还是浪费传福音的机会，削弱了福音的信息。摘向苦鲁信，作者叶福成、莫瑞英。